子射箭团体赛，卫冕军南韩队前两局状况绝佳，取得领先。不料随后遇上乱流，对手中国队把握时机扳平比数，双方进入延长赛。所幸延长赛后，南韩找回手感，射出两支十分箭和一支九分箭，以两分之差险胜中国。虽然赢得辛苦，不过再度卫冕为南韩摘金，更创下十连霸纪录。颁奖时，三人还开心比出爱心，好心情不言而喻。南韩队表现不凡，邻国北韩神秘之师出战，频频爆冷晋级，跌破众人眼镜。当地时间28号登场的桌球混双，北韩对上外界最看好的日本黄金组合，没想到开赛后日本一路被北韩压着打，一连狂丢六分，赛况一面倒，最终不敌北韩爆冷淘汰。北韩桌球女单也传捷报，对上香港选手杜凯琴，一样是从开赛就压制对手，连拿两局。尽管杜凯琴第三局扳回一城，但后继无力，爆冷败北。日本教练表示，北韩桌球路数技巧其他国家都不熟悉，神秘之师的表现让外界跌破眼镜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 TVBS 大运动家，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，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 All in。